大家都知道中国古典舞是可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舞种之一。中国古典舞其实在形态上也是非常优雅的。那么今天我可以教大家几个形态，让大家的体态在短时间内可以变得优雅起来。第一个动作是踏步，双手背后，肩膀成一个斜线，然后头看到左下角，右脚踏步，左脚在前。第二个动作是横拧，就是两个肩膀一定要成一个平行线，但不要有高低，然后头看右前。给大家示范的这几个动作其实都是脊柱的运动，脊柱的运动如果非常灵活，而且你自己可以控制的话，那就可以更好地体现出来你身态的一种仪式美，一种形态美。我是王亚斌，欢迎关注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。